我们今天到哪里？我们今天到了龙腾断桥。龙腾断桥的旧山线铁道自行车，我们今天来这边看我们的装扮就知道，非常的冷，几度？该开到几度？八度。八度，就八度，非常冷。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骑自行车，我们有预约票，希望我们可以顺利。嘿呦，在霸王寒流的陪伴下，我们今天来到苗栗的旧山线铁道脚踏车，体验一下寒风中的轨道风景。它在后面的栅栏其实根本没有在挡，哎，任意穿越，这不是一个好的示范。其实在等的时候在这边可以走一走还蛮舒服，而且今天天气冷了点之外，但是太阳出来了，所以看这个天空这么蓝，所以拍照起来是蛮漂亮的，对不对？火车的客家话怎么说？火茶。火茶，我们等一下，我们讲的是四线还是海路？四线，海路叫火茶。因为网络订票的关系，我们可以直接进到游客服务中心领票，假日没有先订票好像有点难上车，在我们之前就有两大批的游客出没了，然后可以在这个候车的大平台上等待。我们现在在等候区，然后就是从刚刚的领完票，因为我们网络有订票嘛，所以领完票之后就在这边有等候区，然后上车前我们是11点半的班次，大概11:10会像他们一样，这边一样，要先听他们的说明，说明完之后才可以开始启程。我们搭的是从龙腾到圣心，票大概长这样子啊，票就是一张票，一张。这条路线它预计大概11:30出发，然后12:45，大概一个小时多一点点就结束。你以为是那个脚踩的？对，我以为是两轮的。两轮的客家话，两轮。为什么我讲起来怪啊？因为突然要两轮轮呢，来两轮轮呢，两个轮子，两轮骑在轨道上，大家自己想象有多刺激。你的轮子要在轨道上这样子，所以说吗？所以说要亲身体验才知道。鱼妈的人生大道理又来了，所以要亲身体验哦，知道吗？民宿的客家话，噔噔噔噔噔噔，客语教学时间。我不会说民宿。对，民宿的客家话不会。嗯，不会。那饭店。饭店。鱼妈也有不会讲的客家话。你用客家话介绍我们今天来到苗栗三义。苗栗三义。那你用客家话说今天很冷。根本也冻冷。冷死掉。你说冷死掉。冷死的。干嘛叫我讲这个啊？耶，我们要出发喽。看一下我们的风景，现在还没有风景。其实等待的时间没有很久，解说的时间也不会太长。一台车四个人，从龙屯站出发到圣心火车站，大概10到15分左右。沿途可以看到超级秘境落雨松，还有竹林大道。与对象来车说你好，也是这里特有的风景之一哦。最棒的是这个七彩霓虹的隧道，我觉得超像大雄房间的抽屉，可以回到过去或是通往未来的时光隧道。跟着灯光的变化，隧道墙壁上还有苗栗三义简单的投影简介，好像真的穿越了时光。到了圣心车站，耶！现在要停车，先停车。
抵达圣心火车站大概12点左右，停留时间约30分钟，我们先觅食去。这次我们大推50元超好吃豆干，还有泰国人的肉串。喂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。哦，小辣，有点辣，但是好吃哎。我说天气凉，可以吃点小辣，不错。客家小炒卤豆干，你看小的，拿起来给大家看有多少？50块。50块这么多？满满的哦。嗯。算，赞是，嗯，然后配这个美丽的轨道。泰国，你来多久？10年多了。难怪你中文这么好。跟那个泰国老板买的肉串，他说那个酱是什么酱？泰国酱。他说什么水果酱哦？泰国老板卖的肉串厉害的是特制的水果酱料，酸酸甜甜，清爽不油腻。另外，搭配烤香肠的蒜头真的太够味了，我被辣到吓死掉。所以其实来这边，我们这样过来圣心车站，其实以我们的时间，我们可以吃，就吃这样小吃，对不对？因为其实我们如果要吃到饱的去餐厅，时间其实是不够的。对啊。但现在这个时间就是我们现在吃一点小吃，其实也够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去下一个景点。Yeah， 苗栗旧山线铁道自行车路线有3条，我们今天选择的是 B 路线，起点为龙腾站，终点圣心站，票价200元，这是3条路线中最短的一条，但绝对不会因为路线短就让你失望，至少从出发到终点，整个过程都是很好拍的。对了，今天的抽奖活动我抽中了铁定幸福，希望2021我真的很幸福。下一集我们来去玩大染缸，天然的植物染色，用橡皮筋、冰棒棍、竹筷展现自己的艺术感，看鱼妈在寒冷的天气中像洗衣服一样的创作，搓搓揉揉又洗洗，完成的作品就像开奖一样的惊喜，然后缓慢地游荡在园区里当王美，最后停在一个阳光洒落的下午茶角落，慢慢地度过这个假日。